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乐。今天用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，我们在这个赞美神。前几天我就听到一堂道呢，YouTube 里有人讲话，爱女没有惧怕。那个人呢就用这个经文，就说这个经文怎样释放他里面那些情绪的惧怕。我呢本身我对神学没什么兴趣，我没什么兴趣研究。但是那一次呢就突然之间觉得就很奇妙，什么爱啊，什么爱啊，可以没有惧怕这么厉害。我就去问神了，耶稣爸爸，爱女没有惧怕是什么意思啊？然后呢就有个声音我听到呢，他就说你还未明白因信称义的力量。死啦，爱女没有惧怕好像很显浅咁，我都已经不明白了，还要加上因信称义的力量。什么叫因信称义的力量呢？真是越来越拗头，越来越难。那我说因信称义不是就是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会得救吗？免除永远的刑罚嘛，因信称义不是这样吗？但是呢即刻呢神就给我见到主耶稣的样子。主耶稣两只眼里面呢，我在他的眼里面呢看到整个宇宙，银河系啊，所有的星河啊，好靓好靓的整个宇宙。整个宇宙我在他的双眼里面我看到他的宇宙，整个宇宙。而他呢是笑着望着我的，他整个人呢，整个表达呢让我感受到他的慈爱和智慧，慈爱和智慧在他里面。那一刻我完全明白了什么叫因信称义的力量呢？就是我们同神建立了关系，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份已经不同了，是上帝的爱女，是上帝的爱子。我们的身份不同了的时候呢，那个身份带来那种什么力量呢？就好像呢，我呢就不需要再怕了，不用再怕个审判来到，因为我已经成为上帝被拯救的人了。因为神是拯救者，所以我不用怕个审判来到，我亦都唔使怕貧窮同埋缺乏，因為佢係供應者。我又唔怕疾病痛楚，因為佢係醫治者。我又唔需要怕寂寞孤單，因為佢係陪伴者。我又唔使怕未知嘅前路，因為佢係同行者。原來呢，因信稱義，我哋嘅身份改變之後，帶嚟咁多嘅力量。在神里面呢，我们是不需要惧怕，爱女没有惧怕，原来是我们身份带来的，是这么美妙。去年曾经有三晚圣灵来跟我看圣经，我不知道，第一晚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为什么今晚的圣经那么好看，有时候圣经很闷的嘛，是不是？即係我老實啊，可能你哋好中意睇啦。有時我真係隔眼睇嘅咋，即係叫做唔睇唔係幾好啦。咁啊睇下啦，都要睇下嘅咁。有時覺得聖經好枯燥啊，好冇味道啊，講啲嘢又唔明啊，講歷史又一陣又講利未記啊、攞命啊、馬太福音第一章啊、講家譜啊咁。好像不關我事咁，就好枯燥好悶。但係嗰三晚聖靈嚟同我睇聖經嘅時候，第一晚我覺得點解今晚啲聖經咁好睇？我唔知道係神個感動嚟到，神嘅同在嚟到。第二晚又係咁樣覺得，點解今晚啲聖經都係咁好睇，一啲都唔悶嘅？我從來未試過睇聖經一啲都唔悶喎，係想追累追累睇。第三晚我明啦，原來神臨在。他告訴我，當時我是在看以賽亞書43:1，那裡說雅各啊，創造你的耶和華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現在如此說，你不要害怕，因為我救贖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召你，你是屬我的。但我看來是怎樣的？女兒啊，創造你的耶和華，女兒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現在如此說，你不要害怕，因為我救贖了女兒你，我曾提女兒你的名召你，女兒你是屬我的。
我看到是这样的。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节报讲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淌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，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。但我看到是怎样的，女儿啊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女儿啊，你淌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，女儿啊，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女儿啊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。我看到的聖經是這樣，那三晚我看到的是這樣，好像呢三 D 特質浮出來，我不斷哭，不斷哭，句句都是女兒，句句都是女兒。即原來呢，這本聖經除了是歷史書，除了是上帝的話語，還是我天父爸爸的家書，寫給我看，關我事。在聖經裡面我看到我自己，在神的應許裡面我看到我自己，在神的安慰裡面我看到我自己，在神的保護裡面我看到自己，在神的警告裡面我看到我自己，在神的審判裡面我看到我自己，全部是關我的事，是上帝爸爸寫給我們的家書。我看到是這樣哭，是這樣哭，平生第一次看聖經看到哭，真的很感動，很感動，好像呢原來是這樣，原來是這樣，原來聖經是這樣跟我說這些。曾經有一次早排，我就跟耶穌說，我主耶穌，將來我再老一點，我現在已經很老了，我再老一點的時候呢，那我會不會很孤單寂寞啊？譬如身邊的人離開啦，或者婚姻狀況轉變啦，那我會不會孤單啊？咁咧，神就同我講，佢話你唔會孤單嘅，因為我會一直同你一齊。咁呢個係佢親口嘅應許。耶穌陪伴門徒幾多年啊？三年半。大使徒，耶穌都係陪伴佢三年半。但耶穌陪伴我哋幾耐？佢話我會一直同你一齊。馬太福音二十八章嗰度，最後嗰句，最後嗰節大使命。凡我所教訓你的，你教訓他們遵行，我就一直與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耶穌陪伴大使徒都只不過是三年半，但是陪伴我們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希望今天這個訊息帶給大家，就不要害怕，愛裡沒有害怕，而且我們要知道我們的身份是神的愛子，是神的愛女，祂會一直跟我們一起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不需要害怕，你不會孤單，這是祂親口跟我說。可能未必是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聽到神的聲音，可能未必是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夠見到神，但是我們每人有我們自己的個人的不同的恩賜，聖靈隨己而分。你有的恩賜我很羨慕，我有的恩賜你未必有，但是我們的生命完全跟隨神，好像葉牧師經常說，走完神的路的時候呢，祂就與我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好，祝福大家，今天分享到這裡。